1931年的，那我就是90了。现在年轻人都在玩 B 站，我也想来当一回 UP 主，你们说可以吗？在网上了解了 B 站，我说他没说有年龄限制他。我这个几十年的经历，也是国家这几十年历史的缩影，中国的抗战都逃乱到现在。对我来说，我找不到这个心态不好的理由。遇到很难过的事情，实在想不通，实在忍不住了，看书学习。